Hello， 早上好啊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今天要去送一个人飞机，还要去台湾读书啊，那就是一达。然后我们一起，应该是有一个人发起，就讲要驾车上去 KL 送他，从永平。然后我现在人，然后现在头发有点乱，不要在意。现在是早上的五点半，早上五点半。然后为什么我这样早起呢？因为他们是从永平出发，然后我现在人还在新山，所以讲实在的，现在有点赶，因为跟他们约的是早上7点。大家看到这视频要记住啊，我很早就起啊，5点就起啊，要记着我的用心良苦，懂吗？然后现在有点赶，因为是7点嘛，然后我回到永平应该也6点半还是6点45，我还要冲回来，所以可能会有点迟到，所以我就先洗手先，先回到永平再讲，拜拜。我刚打好油，然后原本想在油站买一点吃的，结果油站不卖东西，只给打油，算了。我就想接回永平台车，然后现在很赶，我在想，因为我在想现在回去会被塞车，可是理应讲这样早应该是不会的，因为现在是9月16号嘛，国家日，我怕塞车。好了，我先驾车 ，Let's go， 先回永平先，拜拜。妈，等一下，咋来呀？我怕藏不住，藏不住。有吧？他手机卡？有，在车上。于达，我为了你呀、啊，早餐都还没有吃啊！你刚才车上吃面包，看到吗？面包，记得啊！啊，这个也是没有吃啊。我在那边吃。永凯也是没有啊，记得啊，面包啊，记得从台湾回来带一点薯片过来的吗？这件睡哦，免税啊，免税。有点卡脚哎，卡脚啊，这边你不理的，你先吃睡。一个晚上，你一定要这样讲话对了啦。你可以关掉，关掉了。So， 我们要去 KL 啊，我们要载刘凯文那个傻鸟。哎、欸，这把 B 掉也出光，人家不会这骂的。然后现在下雨啊，有点难驾车啊。啊！终于载到了。在干什么？公案哦。救啊！你在救啊！有遇达到机场吗？他到机场1个小时多。到点1个小时哦。对。然后几点飞哦？3:06。到了。走。吃啊？机场吃哦。
你的感想是什么？就是特别的怕紧张，还很怕会寂寞，去了一个新的环境。会想家吗？会，肯定会。最想谁？俊杰、啊。俊杰是其次，还是想家里。哦。我不可以当你家人吗？啊，当，当哦，嘿，建议吗？不建议啊。不建议。我多个儿子啊，好。可以。搞的是姓一吗？对啊。哦，你是姓一啊，好搞笑。大家在外面读书加油，然后祝你学业有成，前程似锦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平安回来。一达去台湾读书要加油，懂吗？寂寞的时候记得有我们在啊，虽然我们不是很想理你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读书就要加油，加油加油！一达读书加油。祝你在台湾好好读书，步步高升，学业有成。祝你可以好好读书，过上以后你想要人生。加油，等你回来再一起聚。我是一达，在这里祝你前程似锦，学业进步。台湾最近地震，记得小心一点啊。一达，祝你学业进步，然后读书加油，拜拜。一达，祝你读书顺利啊！剩下太多煽情的话，真的是讲不出口啊！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慢慢讲给你听。回来记得一起喝茶喝茶，拜拜。一达，祝你在台湾一切顺利啊！毕业过后，我们每个人都各奔东西，都各忙各的，读书而读书，做工而做工，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领域努力。也希望你在台湾能尽快适应那边的生活啦，也祝你学业顺利，然后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得空就回来聚一聚哦。喂，英盛，去台湾读书，好好读书啊！我们以后顶峰相见，然后我鸡趴记住啊！呀，明天我生日，记得送来我家，可以的。OK， 拜拜。一达，加油，在台湾，好、哦。我喜欢等你坐上大老板的时候记得照顾我一下 OK。 Hello， 一达是我，我在这里就祝福你在台湾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，然后如果你遇到什么压力可以来跟我们讲，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等你回来，拜拜。一达，祝你在台湾学业进步，成绩越来越好，还有地震记得躲桌子底下。嗯，要冬天，已经冬天了，要穿多点衣服哦。你不用穿衣服。一达，去台湾读书加油。希望你过几个月可以跟我们讲你有女朋友吧。耶、yeah ！啊，希望你一切加油啊，长大了出国。OK， 就这样子啊，读书加油，一切平安啦，拜拜。记得我鸡排，好 ，OK， 还有我的女人，哇，我的欧阿米爽，好 ，OK， 还没爽，35块钱，新年好，还有我，明年见，明年见，拜拜，加油，拜拜，走，拜拜，滚出马来西亚，路啊。哈喽，拜拜拜拜，说说你要拜拜。OK OK， 那你给什么狗狗？给我。OK。
再见。来讲拜门，拜门去了，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谢谢各位。快点，打开小铃铛，打开小铃铛，拜门去了，记得订阅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拜拜拜，一德，一德，拜拜，一达不要走，一达，一达，敢打死他，真的是敢打死，一达，一达，不要打死我，打死你，打死你。